草率了啊！啊，咕咚咕咚，这是请录音帮我拍的。这么快？是这么个事儿。昨天看两个飞有飞，地面的干摇很弱鸡，正好在这吹吹海风，那我就飞一飞吧。觉得大丹的草莓兵太弱鸡，就飞进门吧。毕竟技术人员和大部分的设备都不熟在这里。首先，我选择比较冷门的位置，毕竟我只想看看风景，还不想去怼脸。起初一切顺利，和六月份飞行的路线差不多，快个劲呗。这位置可以俯瞰全景，飞到这儿差不多还有48%的电量，因为是随手飞飞，没考虑用双电。干扰说来就来了，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